好，来让一下，谢谢。不好意思，小心，你好。往前，好不好？谢谢你们辛苦，小心，谢谢，谢谢，小心，小心，谢谢。刚刚你已经有提早15分钟到位，不好意思，后面注意一下，后面有。往前，你们小心哦。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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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哦。后面有花，小心。转弯了，来跟着转弯来，麻烦来。好，这边转弯了。谢谢谢谢，来左转左转左转。来左转来，准备要转弯了哦。来小心，麻烦去过一下哦。哥哥哥，不好意思，哥不好意思。对不起。来这边，小心哥。小心这边有个。好。来这边这边。借过一下，对不起。走能加接近。阿伯那个。谢谢。那你加班，把许叔发给你加班。我们先问一下，留一个通道，谢谢。麻烦，大冰姐，我们要走了。好，来，这边请。好，可以洗完，是吧？来，欢迎家人来，是吧？哎呀，我公进过来一个，我一下懵逼的是，哇，那好对我的高级的东西的，起来一下。走这边，没关系，来啦，可以，等一下。不过我想请教一下，杨崇新有说你太强势，就算韩国瑜不想选，你也会想要选，可不可以跟我们回应一下？我们就今天就是针对今天的活动回答好吗？谢谢。江丽姐昨天因为您在那个竞选，在跑行程的时候，在戏子有讲到说，民进党性教育的这个课纲是带头作乱。那今天苏小慧早上有在脸书回应，我没讲民进党，我没有讲民进党。那苏小慧，我想在这边这样子哈，我们这么多新闻媒体在这里，很多事情我其实我一直都不愿意去主动回应，因为我觉得很多子虚乌有的事情，那很喜欢套到我头上来。包括您刚刚提到杨县长。说实在，我不认识他，我从来没有私下相处过。好，那或者是有很多人，
我的先生今天走到这条路，我也觉得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哈。那人生总是有千变万化，这个年纪的才知道人生是很难规划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政坛上有这么多人喜欢把一些语言移花接木到我头上来。那我觉得所有的目的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韩国瑜落选。我认为在我眼中看来就是这样。我们夫妻的相处，我们相处了几十年，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不晓得。我觉得外界的这种穿凿附会都有点太夸大了。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夫妻一直希望就是这场选战，不管过程是怎么辛苦，我们夫妻都希望，如果我们出来是要替台湾带出一条正向的道路，那我并不希望因为个人的欲望，或者是个人为了权力，那么不惜在台湾社会上带出太多不应该有的纷争。那我觉得为了私利来走这条路，其实这条路是走不长的。那很多的事情其实我还是一句话，人生很难预料。就成我刚才说的，我们夫妻离开政坛这么久，我觉得自己像从石头洞里面走出来，出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我想太多人我本来都就是不认识，政坛的部分我断层太多太久了，我真的很多人都不认识，目前台面上非常多的人我都不认识，所以包括我刚刚在说，其实像淑华这么帮我们，其实我也是去年才认识淑华。我大概政坛上最熟悉的就是我们张立善张县长，因为我们在同在云林县，所以我在想是说，媒体朋友可能，也许大家也许是为了一个收视的需要，那么很多需要这样子去怎么讲，就觉得好像是吸引，然后就做很多的标题来吸引大家的注目。我只是一直不愿意去回应，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必要。包括从开始说我跟中央党部有冲突，或者是这样种，我都其实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大概就是这样子，好不好？那会不会觉得他对杨振宇讲到，会不会觉得浮选行程排太满了，会不会很累啊？今天韩国瑜在，会觉得毛光启好像也是骂韩市长，您怎么看？Thank you.